这次呢，温生评鉴大家都知道是南昆生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，但是这个戏呢，在明万总团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歌仔戏来自民间，艺术养分也来自民间。昆生评鉴在舞台上，天兵天将以兵兵将的斗法，运用了民间庙会神教出巡的意象设计和舞蹈画面，来展现他的艺术性。传统中不断挑战创新极限，所以五五千岁以银牙功是大家熟悉的故事，甚至于很多外台戏的戏班都有这个戏法。91年的明万总团坚持训练，是把大家熟悉的事物让它精致化，赋予更多的艺术性跟现代的思维，在传统中求新求变，将民间的艺术去芜存菁，走进了国家艺术殿堂。明万总团的昆生评鉴绝对超乎大家的想象。